给大家录一下那个《闪亮神乐》，少女的选择。我这是默认的，大家看一下是满60的。载入的时候会掉一点点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这不应该是第一个任务吗？哎，怎么不太对啊？这个硬直太长了。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用啊。感觉这个人真的是难用啊。好难用啊。
好难用。哎呀，真的不太想用这个人了，还是换个人吧。这个人感觉好垃圾啊，他间隙也太大了。要是那个人的话，我就退了。真的是，硬直也太大了。这个硬直感觉就像在玩黑魂二一样啊，砍一刀还要等半天，真的很难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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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受的不行，难受的不行啊，难受的不行啊！不要让我再用这个家伙，太弱。我去，怎么又是他？又是他！我靠！再见，再见！这个真的不能用他了，我实在是不想用他了。这个兄弟太弱了，这个兄弟太弱鸡了，这个怎么这么弱？应该可以换人呢。哦，可以换了。这个感觉还是蛮强的啊。你看这个人多好用啊，直接穿啊。多么的强大！Yeah.
我这个视频能不能过审呀、啊？